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呢刚刚睡晚了，现在已经中午12点多1点多了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化好妆，现在准备换衣服出门，可是这样衣服太大了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，太大了。你好，哦，谢谢。我可是京城有名的裁缝。用订书机订的裁缝。傻子，你没有看那个什么吗？彭于晏演的那个叫什么？好好看，好帅啊！他在里面他全裸，露了一个屁。你这个变态！你的肌肉真的是。好，可以吗？Perfect。这两颗钉子。尴尬呀，真是智障。有吗？满意吗？还行吧，你看。搞定哎！你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穿过去了。耶，还蛮漂亮的耶！看到了吗？还蛮配的，所以他现在可以穿了。我们两个今天穿的还挺搭的，都是穿的薄点。好啦，我肚子好饿，准备出门吧。我们刚刚呢，想把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，然后呢，突然发现走的时候才看见我们的保险柜没有关。你包没有放进去啊？一二三四，你这什么鬼密码？哎，你的包在哪里？我们不会还按着，请勿打扰。关门了吗？如果你把世界上最不 organized 的两个人放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两个。嘉玲，没有例外。我们现在呢在新天地，因为我们酒店就住旁边，然后下来吃饭特别方便。不知道午饭吃什么，每天的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。上面是猪肉的，下面是馅饼。我们刚刚吃完午饭，现在要去环贸逛街，没衣服穿了，要买点衣服。我们两个穿裙子逛街太冷了，然后就换了一套衣服，变身。我们呢现在回了酒店了，今天逛街逛了一下午就没有拍视频。我今天呢买了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，买了一个资生堂的这一个水，然后给妈妈买了一个洗面奶，买了一把 Makeup Forever 的唇刷，好像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去 Origins 买了一个面膜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，被柜姐一直在那里推荐，然后我就没有忍住就买了。然后我去雅诗兰黛买了两个这个小棕瓶系列的，买了一个那个他们新的那种眼霜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棕瓶的那个精华，因为我之前的用完了。然后柜姐超级好，她送我两片眼膜，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口红小样，特别可爱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它这口红超可爱的，这样子的，超级可爱啊！它这个4号420，我之前那一只丢了，然后准备想买，然后呢，它刚好今天就送了我一只，然后我就没有买，特别特别可爱，好可爱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准备下楼去新天地那边喝点东西，因为某人说，新天地那边晚上特别多帅哥，然后我就陪他去偶遇一下。什么？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周六，现在已经1:20了，然后我今天约了，微博上的小伙伴去面基。欢迎大家收看美慧卷头频道。我们待会要出去玩，所以我在帮她卷头发。哎，大家看，这是冯美慧的箱子。你们上次看到？
你好。我们呢现在在武康路，刚刚去喝了杯咖啡，他带我去找了一间就是还蛮出名的咖啡馆，好多人排队，还蛮好喝的。我们现在在逛 Gentle Monster， 这两个眼睛好可爱。我现在呢在 ANF 逛街，然后看了个这种藕粉色的外套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但是它这一个码数是 S 码，然后我平时穿是 XS， 感觉有点大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我没有这种类型的衣服，我感觉镜头里面它是有点脏脏的那种粉，但是现实中它是那种比较藕粉色的颜色。啊，好纠结，这个要不要买呢？然后呢，我还看了一个这种针织衫，我觉得还挺淑女的感觉。你们觉得呢？稍微有一点点大，但是我觉得，蛮适合秋天穿的。好吃吗？真的？好吧，真的。算了，今晚别吃螃蟹了，吃了两天晚上。那个男的也挺好吃的，真的吗？你不要说。我今天航班被取消了，因为外面刮台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待多一天。我们叫了小羊生煎，生煎是包子对吗？有，它上面有芝麻，如果泰国小哥哥的话他会过敏，他也不能吃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煎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吃过生煎。不去相爱都结了果，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幸福再留不留都是痛。我可以帮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。我们今天下午在酒店待了一个下午，我剪片他睡了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，外面终于雨停了。我们准备又跑去环贸，因为那里的 hostel 的职员实在太帅了，我们准备再去买一件衣服。再去买一件衣服干嘛偷东西？你的？不是我的。那边东西用还这么理直气壮吗？我肚子好饿，现在已经八点多了。啊，八点多了，真的？对啊。那我现在要把我的视频给发了。这个女人呢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走到这里面，她说这里是珍宝，然后呢？我们继续坐下以后发现人家写的是稻香不是珍宝，然后我们就走错了。我们呢现在回到酒店了，然后刚刚在大堂喝了点东西，现在我们回房间了，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的飞机要收拾行李。